喂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师傅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嗯，谢谢。嗯，感恩师傅慈悲。今天弟子呢分享同修一个梦境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护法神菩萨已经行动了，昨晚梦见观地菩萨已经部署天兵天将，其中不乏大家熟悉的韦陀菩萨、二郎神菩萨、哪吒尊者、托塔李天王、四大天王等。观地菩萨说，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专门抓捕那些诽谤佛法僧的人。你记住了，我们护法护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心，谁要是敢在这片土地上散播魔言魔语，断送他人慧命，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枷锁锁铐刺青那么简单，他们会被投下地狱，而且要等到修心灵法门最后一个人出道成佛，他们才能出地狱。你放心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到时候你就看我们如何收拾这群魔子魔孙。我和周仓、关平以及你所现在看到的部将都会来保卫你们的师父，保卫正法。现在我们开始行动，我们已经约好了钟馗、包公、济公菩萨在下面搞一个三堂会审，他们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，我们先行一步，善男子和你的师兄们继续你们的人间护法吧。大刀观地菩萨宣。嗯。弟子分享好了，师父。你记住了，师父只能讲一句话，正的永远是正的。嗯啊，一个人只要正，一个就是像我们人间做好人永远是好人，人家说你坏人不一定你就是坏人，因为你是好人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被人家说的坏的，你是一个坏人，人家都说你是好人，你也不会被他说成，你也不会变成一个好人，因为主要是看他的行动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师父。所以你只要看啊，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行为，一个法门的好坏你看他的行为。现在我们的法门教你们的是什么，你想一想就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是，师父。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对不对啊？对，然后叫大家不要吵架，在家里要相互尊敬，要和睦，要和蔼，要慈悲，要善良。叫大家念经，能够锻炼自己的心，能够变得更加的柔和，能够让自己超脱苦难，这些让每个人都在改脾气，家庭好，社会也好了，这个你说是好不好？心里都当然好了，师父，心里都知道嘛就好了。是啊，有些弟子真的是这个欺师灭祖了，讲的严重一点。是，对不对？因为主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我们的主上是中华民族文化，我们的主上是我们的佛陀传下来的佛法，我们在弘扬着佛法，对不对呀？他说师父不好，他又说这个学的法佛法又不好，他不是叫欺师灭祖啊，这不开玩笑。他这种人真的不要命的，真的，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有报应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？我真的没有办法讲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很可悲很可叹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你要在末法时期，你要想修心都这么难，你要想做好人都这么难的，真的是啊，很难的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师父。那师父啊，人往往不会记得对我们最爱的人，忘记感恩，但有时候呢会对陌生人对我们的帮助而感动不已，就像一些退转甚至诽谤的弟子，遇到一点造谣诽谤马上当真，完全忘记过去菩萨和师父的无私付出，救身体救慧命。请问师父，人为什么有这种看似反常不合逻辑的劣根性啊？师父啊，你这个问题呢讲得非常好，因为人呢他毕竟呢是还是属于高级动物，他属于高级动物。实际上人呢，只有脱离了人道，你才会变成菩萨。因为你把这个人呢，也是，你想看人道下面是什么？畜生呀，畜生道。你看人很容易做畜生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是。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境界提高，你就不要堕落成一个凡夫俗子啊，叫凡人。
所以呢，为什么会把人家对他这么好，这么多年都忘了？这个人的确有这个劣根性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人离婚的，老婆对他好一辈子，但是就是因为老婆某一件事情做错了，是，他就可以把老婆所有的事情全忘记，最后还跟他白白离婚，是是，还欺负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你对他好，他本身在他的记忆波当中，就是脑电波的记忆叫记忆库吧，我们说记忆库当中，他储存的善的东西很容易飘掉消掉，但是呢恶的东西呢他容易记住，因为恶的东西它会带有一些强烈的刺激感，所以会在他的大脑皮层当中残存，而好的东西它是比较文静的，比较啊，就是善良的 nice 的东西，它是比较平稳的，所以平稳的东西不容易记在心中，所以人家对你好，哎呀感恩啊，好了，没了就结束了。人家做错过一件事情，讲过你，讽刺你一句话，他可以记你一辈子，为什么？是是，因为你刺激了他了。而善的东西它不是刺激性的，你去看不好的东西都有刺激性，喝酒抽烟啊，玩女人啊，淫荡，还有啊，比方说有刺激性的赌博，你看他不好的东西是不是都有刺激性啊？对不对啊？对，是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你试试看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看看你就是吃辣的东西好了，它刺激你的肠胃啊，啊，而且把你的肠胃弄得不好，你看看多少人离不开辣子的。是是，师傅，我也是。现在你知道师傅讲话，我打的比方你就明白了嘛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师傅。师傅啊，那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劣根性呢？用平等心、感恩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去除邪念，让正念长存呢？师傅，很简单，天天学菩萨呀，天天要看书呀，天天脑子里要想着菩萨怎么做的，菩萨怎么做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如果境界不够高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就看看师傅好了，师傅怎么做的，对不对啊？师傅怎么对人家的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能跟着师傅学佛？他一定有师傅的道理的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空穴来风啊，人家是付出的。哪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付出的？对不对啊？对，所以去诽谤人家，你说的让人家一个劳动模范，他可能吗？他不是这么拼命的做，比人家做，比正常的一个工人不知道要做付出多少，他才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。但是劳动模范一做之后，有多少人在诽谤他，在污蔑他，对不对啊？是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。所以呢，你要记住，凡是学佛学得好的人，首先呢，我们不骂人的。对不对？我们不诽谤人的。你看师父到现在讲过哪一个法门不好没有？从来没有。我们尊敬任何一个法门。对呀，所以你这就懂了嘛。你不要说我们了，就是有一些不学佛的人，你看他也可以把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法门都可以骂的，对不对呀？是是是。你看看我们是法门当中，我们是学佛人，你看我们从来尊敬任何法门。你想想看，在马路上骂人的人是好人还是不骂人的是好人啊？不骂人是好人啊。对了，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你自己标榜你自己学佛，一边在骂人家这个不像佛那个不像佛，那你说你算不算佛？你算不算好人呢？讲都不要讲了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你说我这个人呢，最好我好的不得了，这个嘴巴里在拼命的在骂人，你想想看，你算个好人不了？这个连小孩子都懂的，骂人的不是好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心灵法门不骂人，那出去的弟子在骂师父，你说这是好人不啦？哎，讲的这帮人们都哎，对师父，哎，造孽呀、啊，他叫造孽，真是。他这个阴种下去，他果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，没办法了呀，对不对呀、对，师父。那师傅啊，那观地菩萨说我们已经约好了钟馗、包公、济公菩萨在下面搞一个三堂会审，他们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，我们先行一步。请问师傅，三堂会审指的是什么呀？师傅，三堂会审过去呢有一个京剧啊，京剧有个戏曲，有个古时候有一个著作吧，一个叫三堂会审。三堂会审呢，当时呢讲的是玉堂春呢是这个一个女的过去呢是风尘女子啊，她对一个这个前来
跟他交友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就是也是官宦弟子吧，就是那种我们说这些跑得来，哎呀，吃喝玩乐了，跟那个女的感情特别好。好了之后呢，把钱用完了呢，之后呢，就这个他离开了，破落了。但是呢，他毕竟呢，后来他又考上了啊，中状元也不知道中什么，反正得了这个名分吧。嗯。结果呢，他又回来找这个女的。这个女的呢，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最后呢还被人冤枉，差点判死刑。然后呢，他一看，没想到就这个女的叫玉堂春啦，改成玉堂春。其实这个女的就是封城，怎么被人家卖在封城里边的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就是三堂会审呢，有一个是他自己，他是等于上清朝啊，就是派出来的上差，就差、哦、这个差人的一个大的一个官了，就清叫我们说就是派到下面的叫来查问题的，这个叫一下子脑子憋住了。 就是还有呢，边上的是县官，两个县官、三个人叫做坐堂嘛，就是大官坐堂，就一个叫堂，那么三个人坐在那里审这个女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师父、这个女的呢一直为这个人的守贞节，明白吗？过去呢，有很多呢，很多封城的地方呢是这个卖孝不卖身的所以说就一直守。所以呢，碰到这个大官呢，叫钦差大臣啊，想起来叫钦差大臣。他呢也认出来了嘛，那个玉堂春也认出他来了嘛，之后嘛，好了，接下来这个老先生就晕了嘛，后来好像还成全他们。也就是说了，这是三堂会审呢，这是人间的一个故事，但是下面这个三堂会审呢，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说三个大老爷坐堂、三堂会审什么呢？大家会就是比方说人家会诊啊，医院里的会诊，会审的话呢，就是审那些啊污蔑诽谤啊我们啊政法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爱国家的啊，我们是爱人民的，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语言行为对国家不好的。他如果在诽谤我们好的，他不就是坏的吗？是，所以嘛，就是要三堂会审，就是会审审他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听得懂了吗？从这个当中，我还引出一个，就是刚才个典故给你听听。是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啊，就是否退转和诽谤之人都需要受审，然后呢判罪啊？全部都是的。退转的人会好一点。退转的人呢，他可能根据他自己的业障还会在六道里边轮回。如果你诽谤的话，你已经是攻击和诬陷和断人慧命了，那你这个业障重了，你这个业障一定下地狱的。哎呦啊，很厉害的。他等到他下地狱了，他就苦了。我就警告他们一句话，他们就知道噩梦醒不来的时候，非常痛苦的时候，是师傅，这就是在地狱里了。而且他以后在苦的时候，他说我要醒过来，他醒不过来，马上他意识当中就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明白了，这个时候会痛苦的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请问师傅，退转人的莲花是不是马上会掉下来呀、会，很快，一个月。一个月，那请问师傅，一个诽谤的师兄拉人退转但没有成功，他拉人退转的行为有多少业障啊？他有啊？70%。70%啊？就是说你拉人没拉到，你也是有70%的业障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去偷东西，你去拉说动一个人说要一起去偷东西，人家最后没跟你去，我问你，你这个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了吗？构成了。好了，就明白了。那师傅啊，那最后没有被他影响、没有退转的师兄是否有功德呀？有。有啊，说明你坚强啊，说明你坚韧不拔、说明你是正能量啊。你当然了，经过考验的人当然就提升了。对不对啊？对，很多很多国家的那个行政人员经得起考验，不就提升了吗？对不对啊？感恩师父。